我系 Kelly 啊，今次带大家嚟到超市寻宝，有好多韩国小食，而家喺香港都可以买到噶。即刻同大家开箱十几款韩国直送嘅小食啦。首先试下薯仔粒热狗棒，放落气炸锅整就食得，金黄香脆。仲有呢款迷你鲷鱼烧红豆包，红豆馅好香甜。跟住试下小笼包啦，有泡菜同埋牛肋骨味，入面超多馅啊！试埋辣炖猪骨粉丝年糕先。年糕烟烟韧韧，猪肉辣得嚟，好野味。呢款低卡蒟蒻面减肥朋友都啱食噶，有卡邦尼同埋辣鸡味，蒟蒻面好弹牙。另外仲有蒟蒻饭，有辣墨鱼、咖喱同埋大酱拌饭，份量十足。最后有杂锦饭，配料好丰富。click入内文睇边度买啦。Yoohoo！